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观音法门。那师父说呢，观音法门一共有七种，它是有深浅之分。那么最简单容易入门的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持名法门，也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接下来呢是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。那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也给我们介绍了白衣大士神咒的修行法门，那么另外还有延命十句经以及大悲咒的修行法门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是师父啊，这个七种法门里面呢，有五种比较简单的，就由浅啊，再注入最深的有两种。那浅的已经讲了三种了，那另外继续的两种是不是继续给我们说明一下？这个延命十句观音经呢，一共十句，这是我在日本呢把它请回来的，在我们国内呢已经失传，那我是从日本呢把它请回来，在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寺院，这是一个禅宗的寺院。嗯，我过去只晓得禅宗重视楞严经，以及呢重视呢心经。楞严经的楞严咒啊，禅宗的寺院每天早上都念的，心经也是每天都念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延命十句观音经我都没听他说过啊。怎么会在禅宗在念的？这个呢，这是在禅宗寺院里边呢，是一种补助的修行法门。当这个修行的人呢，一障很重，他没有办法用禅的修行方法，一修可能就会产生呢，不是病啊，就是痛啊。或者是呢，什么人发生事？好像有些人就是这样啊、就是障碍，就是一障，这个一障，职业的障碍，工作上的障碍，环境上的障碍，他就没办法。因此呢，他就这个一个提出了一个补助法门。那补助的法门就是这个延命啊，十句观音经。你听我念一下看，怎么是这个他说这是高王观音经的精简本，有经文十句，观世音南摩佛。与佛有因，与佛有缘，佛法僧缘，常乐我净，朝念观世音，暮念观世音，念念从心起，念念不离心。所以高王观世音经呢，这就是一个感应而得到的一个经典。经典其实不是经典，就是几句是几句话几句话。那念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消疫除障。那个禅修的人，在这个先第一个阶段，自己没有办法修行，那没办法用禅修的方法修行，就念这个，念这个十句，不断的念，不断的念呢，可以延续佛法的慧命。是这个延命是有两种意思，嗯，延学佛法的慧命，还有呢延学自己的这个肉身的肉体的生命。因为这一个十句话里边呢，包括佛法僧，从佛法僧也就皈依三宝，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修学佛法而跟僧学习佛法，然后下面念观世音菩萨，有观音菩萨的圣号。所以这个里头呢，又比呀仅仅是念观音菩萨圣号又不大一样的，这就佛法僧三宝在里头啊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正信的正统的一个佛教的一个一种方便修行法门啊。那修行这个法门的人，一定是会成变成一个佛教徒啊。也就是说，三宝的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，就是正信的佛教徒。念这个十句经呢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它可以延续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的生命，也可以呢，这个智慧的慧命，佛法的慧命。那这个经典的确是非常好啊，非常容易，任何人都可以念的。那另外呢，这个还有一个大悲咒啊，对，大悲咒，大悲咒是非常非常普遍的。
是。这个是属于大悲心陀罗尼经，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啊。是。这部经里边的一个咒语，那这个咒语里边呢，讲的是什么？是讲观音菩萨的圣号，讲观音菩萨的功德。因此呢，在那部经典里边，自己说，如果念持诵这个大悲咒的话，是，你一切的罪障、疑障，全部都消除。是。这个如果持诵这个大悲咒的话呢，有什么这个要求或者是祈求，一定满愿，要希望成佛就能成佛。就是从最基层的一直到成佛为止的任何愿心都可能够是你满愿，那么这个也就是大悲咒的这个我们叫做大悲神咒这个力量啊，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大。可是呢，这个因为这个句子比较多，不是那么容易。可是呢，因为它这个灵验非常的丰富啊，是非常的这个多啊，所以念的人也很多。是，师父，我不太懂他的意思，那么这样念有用吗？咒语不需要懂，就有声音就好，那就代表着他这是菩萨的功德，一种声音的感应。对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全部都是梵文呢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个咒语，阿弥陀佛也是个咒语，那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咒那就是咒语，在梵文里面是有意思的，但是意思不是那么单纯的一句就是可以翻成一个什么意思，是所以有这个很多种意思，或者是呢他照他那个音念呢是比较好的，这个自己的，所以呢就保留着他那个原音在，我们就念他那个这个梵文的发音。是，那有没有说一定要念多少次？这个又多好，那最好那个自己呢，设一个线吧，每天要念多少，在什么时间念多少？你也可以在一边走路一边念的，你也可以边开车一边念的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师父一共为我们介绍了五种观音法门的修行方法，都非常的简单，而效用呢都非常的广大，您不妨也试试看，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